नमो तस्स भगवतो अरहतो सम्मा संबुतस्स। नमो तस्स भगवतो अरहतो सम्मा संबुतस्स। नमो तस्स भगवतो अरहतो सम्मा संबुतस्स।奉养父母亲等吉祥事。吉祥快乐之道，佛教徒的生活态度。第十章吉祥经的38种吉祥事：奉养父母亲，抚养妻与儿，正当的职业，此事最吉祥。माता पितु पंतानं पुंतदारं सत्संगो अनाकुलाच कम्मं दायितं मंगलमुत्तमं。接着我们继续解释38种吉祥事。奉养父母亲等是本经的第5首偈。父母亲是指自己的亲生父母。奉养乌巴塔呢，是指为他们洗脚、按摩、涂油、沐浴，以及资助并提供他们衣服、饮食、住处和医药的四种生活必需品。孝顺是一种美德，佛教徒应该孝顺父母。佛陀在《增资部二集第34经开始说。诸比丘，我说有两种人不易报答，是哪两种呢？母亲和父亲。诸比丘，若有100岁的寿命，在100年的时间，一肩扛着母亲，一肩扛着父亲，为他们擦身、揉身、洗浴、按摩，而且他们还在肩上大小便，诸比丘，如此也不足以报答。和回报父母。诸比丘，即便使父母助力于自在支配此大地丰饶屈饱的王位，诸比丘，如此也不足以报答和回报父母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诸比丘，父母对子女多所注意，是守护者、抚养者，使看见这世间者。诸比丘，若有人劝导使没有信仰的父母确立助力于信具足，劝导使没戒行的父母确立助力于戒具足，劝导使吝啬的父母确立助力于舍具足，劝导使没智慧的父母确立助力于慧具足。诸比丘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报答和回报父母。这部经的意思是，若有人活100岁，他在整整100年的时间，右肩扛着母亲，左肩扛着父亲，为他们擦身、抹除身上的臭味，为他们涂上香油，为他们按压锁，使消除疲劳。天冷时以热水为他们洗浴，天热时以冷水为他们洗浴。并为他们做手脚趾底等调理按摩，而且他们还在自己的肩上大小便。即使如此，也不足以报答父母的恩情。即便使父母成为拥有七宝、支配大地主权的转轮王，也不足以报答父母的恩情。是什么缘故呢？父母为了养育子女，花了很多功夫，非常辛劳。母亲以母乳喂养子女，父母辛勤工作赚钱，以饮食等来养育子女长大，而且还不断的守护照顾，直到子女长大成人。若父母在子女刚出生时就把子女遗弃林野，和穿落山崖，子女就无法看见这个世间的各种可不可以所缘的。因此，父母是使子女得以看见这个世间的人。佛陀开示说，若子女能像舍利弗尊者般，使他母亲建立己性，
戒、舍和慧。若父母对佛法僧三宝没有信心，劝导使他们对三宝建立起信心；若父母没受持戒，劝导使他们受持戒；若父母吝啬不施舍，劝导使他们从事布施；若父母没智慧，劝导使他们学习佛法来培植并提升智慧。如此才能报答父母的恩情，因为如此能使父母带来现世和来世的利益与安乐，这才是真正的尽孝和报恩。佛陀在《如是语有梵天经》开示说，诸比丘若子女在自家孝敬父母，那家即有梵天；诸比丘若子女在自家孝敬父母，那家即有先前的天神；诸比丘若子女在自家孝敬父母，那家即有先前的老师；诸比丘若子女在自家孝敬父母，那家即有应供奉者。诸比丘梵天，这是父母的比喻词；诸比丘先前的天神，这是父母的比喻词；诸比丘先前的老师，这是父母的比喻词；诸比丘应供奉者，这是父母的比喻词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诸比丘，父母对子女多守注意，是守护者、抚养者，是看见这世间者。世尊说了此意，接着如此说：因慈悯孩子，父母被称为子女的梵天、前师、应供者。智者对他们应礼敬恭敬，以饮料、食物、衣服和卧具，按摩和沐浴，为洗脚侍候。若能以如此奉养父母亲，此事智者赞，此获天界乐。有梵天是指有殊胜者，就如梵天神不舍弃修慈悲喜舍，同样的，父母对子女也不舍弃慈悲喜舍。慈，父母从子女还在母胎时会想我的孩子是否健康、肢体是否健全而生慈心。悲，当父母听到子女因幼小仰卧不适或被狮子、蚊虫叮咬、睡不好而哭叫的声音时，会生悲心。喜，父母看到子女嬉戏时跑来跑去或停下来站着时的可爱模样，内心犹如把棉花放入手梳，皮肤般的柔软，欢喜而生喜心。舍，子女娶妻、出嫁、结婚后，在分家独立生活时，父母会想现在子女可以独立自己生活了，而生舍心。先前的天神，如上所述，有通称的天、出生的天和清净的天三种天。就如即使愚痴之人做了无数罪过，天神总是希望为这些愚人去除不利，带来利益。由于如上所述，他们为了利益与安乐而修四梵住，因此供奉他们能带来大果报、大利益。同样的，即使子女做了无数罪过，父母总是希望为子女去除不利，带来利益。而且父母对待子女犹如在修四梵住般，所以奉养他们能带来大果报、大利益，因此父母称为先前的天神。后来若他们知道并真正实践或修习梵住等，而证得禅定或圣道圣果之时，称为后来的天神。先前的老师是指最早的老师，当子女还幼小时，父母会教导子女：孩子这么坐、这么走、这么站、这么卧、这么吃、这么喝，这是爸爸、
这是妈妈，这是哥哥，这是姐姐，这个可以做，这个不能做，可以去那里，不能去那里，这些是向父母学来的，所以父母称为先前的老师。后来子女再向其他师长学习技能、算术或皈依三宝、持戒、出家、学习佛法、受具足戒、体证须陀洹道等，这些称为后来的老师。应供奉者是指应带食物、物品等来供奉为供奉。由于父母是住意之田，即使住得很远，想要殊胜果报者，也应带食物、饮料、衣服等来供奉具有功德、应奉养的父母为应供奉者。因此佛陀开示说，诸比丘应供奉者，这是父母的比喻词。这部经是在探讨父母对子女的恩情，所以子女应孝养父母以报答他们的恩情。由于父母对子女多所注意，想要子女利益安乐，并慈悯子女，由于他们是子女的守护者、抚养者、使看见这世间者，被俗称为梵天最初的老师，因此奉养他们能带来现世被称赞，来世脱生天界受乐。另一种方式为奉养，是指孝养他们，为他们做事，维护家产，遵从家训，继承遗产，和父母去世后以他们名义做布施。这五种出自长部教戒行噶拉经。居士子，儿子应以五世奉事东方的父母，受养育的我将孝养他们，为他们做事，维护家产，遵从家训，继承遗产，为去世的先人捐赠供养。为去世的先人捐赠供养，是指在父母去世后的第三天起，以他们的名义做布施，然后把功德回向给他们。若能使父母对佛法僧三宝升起信心，使受持戒而出家，这是最上的奉养父母。由于孝养父母是现世利益与安乐的原因，是各种现世和来世利益的近因，因此是吉祥的。妻与儿，布达达拉斯，是指妻子和自己的子女。抚养，三嘎和，是以养育等来注意他们，或者以如法的布施、爱与利益行来抚养。关于对待妻子，佛陀在《教戒行噶拉经》开始说：居士子，夫主应以五世奉事西方的妻子，尊重，不轻慢，不邪行，让与主权，赠送饰品。不轻慢是指不把妻子当成婢女、工人般以粗暴、轻蔑的口气对妻子说话或羞辱她，而是应说爱语。不邪行是指不与外面的女人乱搞关系，不邪淫。让与主权，由于古代重男轻女，导致妇女大多受到轻贱，无法独自从事农耕、经商等职业，生活不易。为人丈夫者应给妻子有持家的机会，让她有当家庭主妇应有的权利。赠送饰品，是指依自己的经济能力送给妻子衣物和装饰品。关于对待子女，佛陀在《教戒行噶拉经》开始说：居士子，对儿子以此五世奉事东方的父母，以五世慈悯儿子，劝阻作恶，使助力于善，使学技能，使迎娶合适的妻子，适时给予家产。劝阻作恶是指告诉子女杀生、泼道等会有导致现世和来世受苦的危害，
以此来劝阻他们不要作恶。在子女做了坏事时，应责备他们，使助力于善，是指劝导子女不失贫苦无依之人，受持五戒等，使他们建立起善行。使学技能，是指教导子女传承自己技能，或让他们学习刻印、算术、珠宝匠、金匠等技能。使迎娶合适的妻子，是指让儿子迎娶门当户对、持戒、容貌有妇德等合适的妻子。适时给予家产，是指适时给予钱财，可分为经常性的给予钱财和适时性的给予钱财两种。经常性的给予钱财，是指吩咐子女早起勤劳，若他们照着做，就给钱财来奖赏他们，并鼓励他们行善。适时性的给予钱财，是指子女在孩童、娶妻或出嫁等之时，给他们钱财，或者在自己卧在病床临死之前，劝导他们行善，然后把家产交给子女保管。对于抚养妻儿，若能在不煞日给予布施的费用，在节日允许他们去参加节庆，在吉祥日使做相关的吉祥事，并教诫劝导他们布施、持戒等现世和来世的利益，甚至鼓励并扶持他们出家修行，这是最上的吉祥。由于抚养妻儿是现世和来世利益与安乐的原因，是受诸天礼敬的原因，因此是吉祥的。正当的职业阿那古拉加甘曼达，是指有知事实、行为适当、不懒惰、努力早起而成就的职业，以及有没有不当行为、不工作、懒惰等不善情况的农耕、牧牛、贸易等正当的职业。由于正当职业是现世财务得以增长的原因，因此是吉祥的。这所偈提到了奉养母亲、奉养父亲、抚养妻与儿和正当职业的四种吉祥。若把抚养妻与儿分成两种，则为五种吉祥；若把奉养父母合为一种，则为三种吉祥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